爸爸妈妈吃饭了，来啊！今天咱们来玩选一选，看得见的咸食，看不见的好吃。看见的都不选，你自己是吧？啊，我肯定选看得见的。同意。嗯。老公又想吃独食了。嗯。那吃面条怎么能没有鸡蛋呢？爸爸，你这鸡蛋从哪来的？这我自己煮的。他啥时候拿的鸡蛋啊？这个蛋是直接吞的吗？现在吃的多，等会有你后悔的。妈真香啊！二宝，你吃饱了吧？吃饱了，够了。对呀，咱俩吃啊！等等等等，老弟，来来来，让我吃点。哎，这是我们的。